再去看一下这个西瓜，西瓜的话，它的那一个雌花已经开出来了，现在要去给它授一下粉。这个西瓜藤是长得越来越茂盛了，我发现了好几个雌花哦。怎么辨别它是雌花呢？其实非常好辨别，大家看到没？底下可以看到一个这种小西瓜的这一种，这个就是雌花。哦，不对，是这个才是雌花啊。雄花的话底下是没有这个小西瓜的，比如说这两朵，这个花底下的话就没看不到那种像小西瓜一样的，这个就是雄花。那要怎么给它授粉呢？比如说像这种找一朵比较健壮一点的这个雄花，像这两朵的话感觉这一个更健壮，它的这个花瓣更黄，我们把它摘下来，然后再把它的这个花瓣往后掰，然后这一朵的话就是这个雌花，看到没？底下这么大一个小西瓜，把这个柱头里面的这个柱头绕着它这里转一圈，一定要转均匀来哦。为了让它授粉更彻底的话，再去摘一朵这个雄花，再给它授一次粉。又摘了一朵，同样的方法，花瓣套到后面，在这个柱头上面转一圈。好了，这样就给它授好粉了。这个雌花都已经授好粉了，还有两朵没开，等它开了的话再来给它授粉。